跳团，欢迎。好，我们定点来表演给大家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哦。我们壮族的一个民俗舞蹈哦，大家请欣赏。是的，他们呢在这个代表新竹参加全国比赛也是非常厉害的常胜军。另外在2017年也来到捷克布拉格的国际民俗艺术节，那中国、越南等地都经常受邀来做表演。是的，不管呢是舞蹈或者是呢在任何的大小活动节庆呢，这些孩子也是呢从舞蹈团走入了社区，今天参加有意义的舞艺活动彩街活动，我们给他掌声好不好？欢迎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往前走。接着进场的是，好，接着进场，我们。